朋友，你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交过手没有？海军陆战队。对啊，你在南海干了这么久，不会没有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交过手吧？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海军陆战队的那帮孙子，一群吃人肉不吐骨头的东西。以后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嗯，那是什么原因？ 让你对中国的海军陆战队有这么大的仇恨？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在南海六七年，从来都是横着走，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就是海军陆战队的那帮人，抢了我的船，毁了我的生意，还抓走了我的兄弟。秃子，把衣服脱了。 看到了吗？海军陆战队的人抓走我的兄弟，严刑拷打三天三夜，我兄弟愣是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后来他们没辙了，就把我的兄弟跟狗熊关在了一起。Oh my god！ 那后来怎么样？第二天早晨，他们到笼子前一看，差点没吓死。怎么样了？ 狗熊死了，被我的兄弟活活给打死了。你太棒了 ！Oh my god！ 你们的工作精神令我非常非常的敬佩。 荣博士，这是你要的东西。如果，哦，哈哈哈哈哈哈 ，I'm sorry。哎，如果在明天日落之前我还拿不到破解的结果，那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得死。你答应给我的消炎药呢 ？Oh yeah。 我答应给你的东西，一定给你扳倒；而你答应给我的事情，一定要说话算话哦。OK。 荣博士，怎么办？这也许对我们是个机会。什么机会？ 破译三零三的黑匣子，一直是龙百川的心愿。这次，我可以帮他完成了。朱丹，难道我们真的要跟海盗合作？不，不会的。我不会把破译的数据交出去的。哎，你就闻闻这味儿啊，一喘气儿都一股酒味儿。我跟你说，现在人质每一分钟都有危险。 你还有心思跟他们去喝酒？我真服了你了！我。放心吧，我们的专家都很安全。你咋知道呢？喝酒喝出来的呀。不光咱们的专家，啊，还有一些外国的人质都在托马斯的地牢里。那个地牢位置你打听出来了吗？你说，就在这个别墅底下，入口。 在托马斯的卧室里。那还磨叽啥？救人呢！你去，你坐坐坐去。你这样去还没到卧室呢，就被人打死了。我就不信了，能干倒我人还没出生呢！我现在。张冲，你听我说，咱们这回要门救，不能武救。只要你听我的话，我保证不费一枪一弹把人救出来。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计划的呀？NASA。 NASA，只有NASA能够为我们制造进入托马斯卧室的机会。张冲，这回能不能完成任务，可就都看你的了。看我啥意思啊？只要你能把 NASA 勾到手，把他带到这个房间，我就能把人救出去。你拉倒吧你！我可不去，你怕他吃了你啊？什么玩意儿？我怕他吃什么玩意儿？
那乌云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那回去乌云不得吃了我呀？你放心，今天的事儿绝对不让乌云知道，行了吧？那我也不去，你自个儿去吧。不，我也不同意。你说这想法也太强人所难了。可不是咋的，你瞎整。你想不想救人了？想不想给龙叔和咱师傅弄个纪念碑了？关键我没勾过那玩意儿，我也不会呀。你不会，我教你啊。我告诉你，明白了吧？这啊，来，这个拿着。这拿房间钥匙干啥呀？你是诱饵，这个就是钓钩。能行吗？一定能行，相信我。行，那我豁出去了。我说，你就这么有把握？放心吧，那个NASA呀，一见张冲，那眼珠子都不会动了，我早就发现了。怎么样，喝酒归喝酒，咱不耽误正事儿吧？对，那个洗个澡。不，那个讲究卫生，那个等会儿。朋友，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需要连声。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呢？今天没有什么好消息。今天我来是想给你讲个故事。very good！ 你讲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很喜欢。真的吗？yeah！ 那我讲了。OK。在我们中国，有一本书，专门是写咱们这行，叫《水浒传》。《水浒传》里面有一个老大，叫宋江，他跟你一样，有万夫不当之勇，什么降龙十八掌啊、葵花宝典啊、九阴真经啊，样样精通啊。very good， 这个宋江我很喜欢。可是他们家呀，出过一件糟心的事儿，他媳妇儿长得非常漂亮，就跟你的NASA一样。有一天，他媳妇儿背着他。
给他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哎，绿帽子啊，宋江媳妇儿背着宋江跟宋江的手下那个嘛，在中国就叫戴绿帽子。哇哈哈哈哈哈啊 ，very good， 啊，很有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一个像我一样厉害的老大，他的手下和这个老大的老婆一起睡觉了，这叫戴绿帽子。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Oh my god！ Oh my god！哎哎，冲动是魔鬼啊！Dressed like that here, I can tell you're making me wear a blue mask. Thomas, it's a mistake. Don't shoot. Don't shoot, bastard! How dare you do this to me? I'm gonna kill you. Thomas, come down. Don't move. I'm gonna fucking kill you. Don't move. You don't move. I'm gonna kill you.行吗，指导员？你忘了，这是我专业。你是啥专业？指导员是学机械出身。把滑轮匕首给我。如果我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会像砸烂那台电脑一样砸烂你们。这里是黑匣子里的所有数据，不过你最好在电脑里检查一下，否则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任。 You're right。救你了！太好了，快，快把我的同事带走！快，赶紧走！快走，快点！你去走，你去走，快走吧！你为什么不走？这是什么？这是感应线圈，里面有烈性炸药。啊？对，只要我离开设定的范围，马上就会爆炸。赶紧给它拆了！这个项圈拆不了，一拆很可能会爆炸。来不及了，你们快走吧！快，不能怪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没关系的。我对托马斯有用，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的。你们赶紧走，快点，快，不然就来不及了。走，快走吧，走。Freeze! Don't move! Freeze!Why? Why did you sleep with my girl? Thomas,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Masha, I'm talking about Masha. Why did you sleep with her? I did it. I was drunk. I wake up and I find myself in that room.
今天我来是想给你讲个故事。Oh, shit.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里面一定藏着我想要的秘密。不会得逞的。龙叔。师父，我去了托马斯的老巢，弄明白了一件事，你们俩都是被他害死的，我蒋小鱼一定亲手宰了他，为你们报仇。指导员已经研制出了托马斯给荣博士带的那条感应项圈的遥控器，我们这回一定马到成功。刚知道我错过了一场好戏。你怎么回来了？我去女兵中队往翠姐拿些衣服，顺便回来看看她怎么样。一直没得空去看她。你哪有空啊，带人去天堂岛杀了个三进三出，死活连一个字都没告诉我。你有更艰巨的任务，这点小活就交给兄弟们解解馋得了。江小鱼，你如果还把我当龙巢中队的人，下次执行任务必须叫上我，否则我跟你没完。妥了。江小鱼，这咋憔悴成这样了？为了我好几宿都没睡吧？我每天一觉到天亮，我睡得比谁都香。再说，我为了谁，也不能为了你啊。嘿，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你的救命恩人浴血沙场，你都不知道关心关心。哎。我一直以为这帮海盗都杀人不眨眼，现在看来他们也只是徒有虚名啊。这要是我，最起码也得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啊。他们是想这么干来着，可转念一想，还有好多像你这样的剩女等着我开导人生呢，所以就没有。说谁呢？谁是剩女？我抽你，你信不信？我现在是中队长，你抽我一个试试。中队长怎么了？你以为我不敢抽啊？放开！江小鱼，这次的任务交给雷莎了，你别惦记了。不行，救荣博士还得我们龙莎来。江小鱼，我们雷莎比你们龙莎差是咋的？凭什么有战斗任务就是你们的呀？啊，我们干什么？吃干饭啊？是的。我问问你，
托马斯手底下有多少个弟兄，你知道吗？他用什么装备，你知道吗？他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知道吗？一天上几回厕所，你知道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连对手都没摸透，这仗怎么打？你总不能什么肉都往自己碗里扒吧？你总得给我们留一口啊！不是咱非要跟您抢风头，也不是咱四处揽活，只为自己人立功受奖。胡扯，舌头上抹油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让首长听听啊！不抢风头，不为了让自己人立功受奖，哦，不为了人，你还为了鬼啊？你说的对，我就是为了鬼。在座的各位都认识龙百川大队长和我师父刘小山。上次去天堂岛之前，首长告诉我，部队已经把这事儿解决了，很快会建一个英雄纪念碑。我乐坏了。去执行任务的那些天里，我每天都梦见我站在纪念碑前，端端正正地给龙叔和我师父敬着军礼，告诉他们，我这条臭鱼被他们培养成了一个能为国效力的好兵。可是现在，任务完成的不彻底，你们说，纪念碑建成以后，我怎么有脸去？我蒋小鱼，心里边发过誓，只要当一天兵，就得对得起龙叔和我师父，这就是我活着的念想，这就是我活下去的劲儿。What is it? This is a magic key. Key? Yes, a key. By following up the GPS signal, we can locate the 303 submarine. It will finally lead us to our precious treasure. At last, it will be ours!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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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切换微信画面。是。呼叫龙沙，呼叫龙沙，可以出窝觅食了。大海是蓝色的，天空是蓝色的，我们也是蓝色的，如同一道道蓝色的火焰，忠诚勇猛，吞食世间的黑暗。我鲁岩、张冲又一起并肩作战，现在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成长为火蓝匕首的刀锋，海军陆战队最好的侦察兵。大队长，你们快看，指导员换个角度啊！好了，呼叫二组，呼叫二组，你们的动作再快一点，一组快撑不住了。掩护，加重，我们走。
你看见没？刚才是乌云把我给救了。你怎么知道？两秒钟之后才听到的枪声，离这至少600米。就这枪法，除了我媳妇还有谁啊？这个怎么办？Chinese Navy. Chinese Navy is circled in the whole island. Oh, shit. Shit! Shit! Boss, we should hire the boat first. We can't take you out. It's too heavy. Right? You moron. This treasure is mine. Wherever I go, he goes. Get it? Okay. Pick up the box.是去追托马斯了。
Maybe he jumped off the cliff. Don't move.我的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说实话，我真的非常非常欣赏你。如果你肯与我合作，共同开发303潜艇，挣的所有钱，我分给你一半。哦，这个巷子里是我多年积累的金条和美金，就算作给你的顶金，怎么样？你枪里没有子弹，站住！我很奇怪，在中国的海军里面有什么好混的？我说了，只要你跟我合作，那个巷子里的财宝就全是你的。哦，哈哈哈哈，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军人不会被金钱所腐蚀，没想到你比我还贪心呢。放心，只要咱们打开303的宝藏，这小菜宝根本就不值一提呀！上东西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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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间已经超出了理论上生存的可能性。大海把他带走了，就像当年带走吴铁一样。
可是咱陆战旅的大英雄啊，咋还不找个对象啊？就是啊，我们这这么多的好姑娘，给您介绍一个呗。别提了，愁死我了这事儿。那个我们旅部啊，有一个姓沈的丫头，家里面是干房地产的，钱不敢多说，二三十亿总是有的。他呀，他死缠烂打的追了我好些年，非要跟我在一起。前一段时间听说我在医院里抢救，还以为我死了呢，差点没跳海殉情啊。蒋小鱼，你再接着吹，我就不信我缝不上你这张臭嘴。他来了。这怎么满脸是包啊？讨厌，讨厌！沈哥来医院看我，是为了告诉我，部队为龙叔和我师父他们建的英雄纪念碑落成了，没有多么高大雄伟，却有我们海军自己的特点。碑上刻着海军陆战队战士的誓言，把每一滴热血都流进祖国的大海。向为保卫祖国海疆而牺牲的烈士们，敬礼！刚刚出生入死的执行完任务，就又来医院陪你了。小鲁，你快看，小杰他醒了。翠琴，翠琴。陆言，我睡了多久？陆言。你会一辈子都像我昏迷的时候那样陪着我吗？接到了新的护航任务，又出发了。海军陆战队的全体官兵，个个争当火蓝匕首的刀锋，把人生的追求融入祖国利益和社会担当，铸造了新时期的钢铁军魂。我，蒋小鱼有幸是他们中普通一员，请党和人民放心，胜利
将永远属于中国海军。我爱着蓝。